咱们是不是得赶紧画？是不是这个先画成了有什么？这么紧吗？来开卷，整死他们！我觉得咱们俩可以用手套蘸点料，印个手印在上边。那就不画了，这一堆手套，各种颜色的手。可以。行，这个我喜欢你这个手套。我觉得这个有意思。OK。那咱画完了，咱去哪儿领奖啊？嗯。我们画完了。情投手足，点头了是吧？啊，点了。嗯，我们肯定画的最快。跟贝贝一屋可真好。我看他们的进展，真是他们。你在干嘛？我这就是在催呀。催谁？催谁？就差你们了，来，我来帮帮你们。只差我们了。对。你画完了吗？我画完了。你画的啥样啊？我们画的贼好。就知道你画的怎么样，肯定不错。哎，你现在都能想中文笑话了，真不错。请进。哎，那我们帮你上个色呗，你们现在就上色呗。来搞。上啥色啊都？就卷到我们这屋来了。对。实在没事做了。拜拜拜拜，我现在卷起来，谁也不管。Hello 啊 ，Hello， 你可以跟雪琴互画，是吧？嗯，他在做啥？你跟传军老师互画啊！你画出你眼中的传军老师。我什么都干不了，现在太热了，现在太热了。你俩互画吧，我给你安排任务了，卷死你们！你转过来，我可以给你拍一张。Nice。哎，你看，我还给你画一个歪嘴。嗯，这样。对，多么桀骜的一个表情。早卷起来。哥哥，歇一会儿吧。别歇，不能歇，都别歇。来吧，你俩卷吧。开卷。卷。哎，好像有点歪，是不是？再往这边点吧。这样，要可着那边。OK， 带小马去看看海啊，宝贝，我们来这边吧，带你吃一些草。走了，可爱，我先上去一下啊。你怎么？快快，成鱼给你们呢。他想独自卷，不可能，我能让你自己卷上？你太可怕。他是我们桃花坞的一个卷王。我太知道你要去干嘛了，来吧。要卷的话，那我一定要比他。还要勤劳。你们想吃啥晚上？等会儿咱俩去买呗。咱现在去买吧。卡呢？哎呀，我龙哥呀，龙哥你别卡了，太卷了，太卷了。我今天就是停不下来。停不下来。我也停不下来。那我们一起去超市，走，动起来，走起来，走起来，是让你来这儿坐着的吗？别闲着当闲鱼，就是被迫卷，都给我动起来。妈妈，他这次完全是变了一个人，原来是最反对大家卷起来的人，现在整体太勤快了，你也带个头，带个头是啥呀？都给我动起来，炒饭、炒鸡蛋、炒面。要干啥？洗啥啊，哥？我来了，怎么洗？一会儿再洗，一会儿再洗，做之前洗就行，这个快。我把这洗了。就是大家可以工作一会儿，玩一会儿，歇会儿吧，歇会儿吧。歇？谁说的歇？不能歇！谁让你歇了？对不起。能歇吗？干点什么，龙哥？你说。龙哥，坐会儿。坐？谁说的坐？坐这个字你能听见就是错的，对不对？那我的字典里没有坐，找点事儿做，带个头不勤快一点。我去干活，我今天卷起来。现在要干啥？我现在要去喂鸡。即将喂鸡。对，卷。鸡。给板。给板。板。一刻不得闲。亢奋，像打了鸡血一样。我觉得疯了吧。我把那个小动物照顾十遍。来了，爹抱抱。不认识爹了。爹想你了吧。来，爹抱抱。
整个埋完菜回大做饭，大做饭每人做十道菜。别卷了，哥，咱们正常点。哥就是走极端，哥就是走极端。我的卷吧，是因为我真的有我的目的性和我的事要做，但是我没有办法站在他的角度，是他怎么可以同时要干这么多的事儿，是要干嘛又不挣贡献值，主要是。咱就是卷。你去哪儿啊？不当卷。真走啊？对啊。去哪儿啊？领任务做。现在没有任务可以做。能，咱们去海边乐队，一人，我拿个那个叉。派派，陈宇有事干吗？没事就跟我们一起吧。好突然。我现在就是亡命之徒。屠龙的勇士终究会变成恶龙。现在就去领任务，一整个大领住。那我就定一下吧，就是你们俩主唱。他口琴，吴老师弹钢琴，你 shaker， 你打击乐。那我们的那个队名叫啥呢？我们这乐队名呢？后来李雪琴给我们起个名，起个那种一听就是很高档的。我觉得海边大乐队、后海大鲨鱼，这不挺好吗？对标，咱们对标就是后海大鲨鱼，就对标后海大鲨鱼。我们海边乐队在哪儿啊？就在这儿呗，我感觉挺好啊。来吧，回去我们就排练，现在定一首歌。我们直接开始啊，就这么急。你就是我的笑。行，小心。那练歌吧，陈云应该不会，大家背背词。那走，我们就回排练，走吧。哇，你这好快啊！卷起来，就是要贡献值。看到龙哥做太多事情了，所以我就是有一点开始，就这样。龙哥，我一会儿来哦。你又干啥去了？就来了，等一下。咱们先登记一下这个吧。主唱这都定不了，因为现在人才在不断的流动。先写上吧。我们只有一个陈宇，陈宇还不会这首歌，是不是？你先学一下。嗯，我现在有没有鼓的谱啊？你就是动词大词就行了。你还可以加这个。太响了，我觉得。啦啦啦，嗦哆咪，嗦嗦。啦嗦哆咪。到时候吴老师来这个，然后派派唱。吴老师回来，快。吴老师。是吧？先需要您的钢琴，我要硬加能不能加进来？哎，怎么唱什么歌？小星星，派派，你会唱是吧？我会吗？你会唱，算下这来主舞。好，下面曲目小星星来吧。我还都没准备好呢。哎。咱俩这个硬往上喝，没事，硬往上加。来吧，试一次啊！来，三二一。我都不敢吹。三四，你就是我的小星星，挂在那天上放光明。我一直要爱你，就不会轻易放弃。咱俩人真的是的，没事，主要这个气氛烘到那儿了。就是当当当，然后鼓就啊咚咚咚，你要走这版吗？我直接把那钢琴就搅乱了。没事，不会乱。我也是第一次弄这个，我就听着玩呗。行，再来一遍副歌，咔。如果这是结局，或许节目没拍。就是踏。就是我的小星星，在那灿烂当光明，就算不能够在一起，我还是爱你的。行了，就这样，差不多，就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海边大乐队成功了。
咱们就等演了。啊，这就能演了。啊，就能演了，咱们就等演了，已经可以上台了。今天就要弄吗？今晚，今晚吗？啊，不是今晚，不是今晚，这太快了，这太快了， okay. 来不及。今晚可以来得及，就是已经可以上台了。今晚我估计，要不今晚先练习，明晚，对对吧？今晚先练习。明天吧，别着急，太卷了。行，今晚练习，明天，明天，明天。好卷啊！太卷了，今天就演。因为明天我想做一些别的事业了。行，卷呐，接着卷呐。我们好忙哦。好忙。我们这次为什么要这么忙呀？哎，你不觉得很累吗？我觉得很累的，我觉得我们都没想话，他们就往前冲了，就把什么事情都要弄了。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是，确实是。我觉得这次呢，大家都好卷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是不是觉得？我一看大家这么卷了，我觉得我就没有必要表演的欲望，我一点欲望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一天的感受就是累，感觉什么事情都要去做，非常乱。所以我就尽量让我自己放平，就是让大家生活慢下来。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时间来吧，要不然被他们带着不知道他们在干嘛。你说是不是？先画吧，我觉得画完之后再说，对吧 ？OK， 我们从你的头发开始。